用手录的对啊。哎，如果要录到他的话，就要。然后啊，那卡平均啊。好，OK，谢谢。有啦，金牛搞到炸啦！这是这里，来，请写第一页的名目。呃，大队长。不需要这么算，不需要这么算。第五题，第五题的算法跟前面四题的算法一样。第五题跟前面第五题跟前面四题。然后后面好，不要让我们再聊天。你要先让他们开始写。龙珠，对，我是对大队长。窗户打开，快点电风扇，我要关掉。我要打开，我好接后面没有人来控诶。你马文博差，就那一个。何老师。大队长。老师要先哪一页啊？大队长。这一个吗？先行。这一个。第一页。88/64。有助手。第一页。他好热哦。先生的。第五题，这一整张的算法都跟第一题一样，不需要展开，不需要展开就可以算。那个不用，那你的算法是对的，不用擦掉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需要打开它，我就可以算。如果因为电风扇要吵架的话，我电风扇要关掉。不要吵架。所有的题目的算法都跟第一题一样，这一整张，这一整张的算法都跟第一题。老师上一次那一张。先写这张。就是故意不给你。哈哈。你要想一下好不好？你要想一下。先想一下。大胆一点写好不好？先大胆一点写。不要害怕，先大胆一点写。等一下，想一下，上次我们至少想到第五题。哦，第五题我没听你。跟六都教过了。你前面的题目都没听到。先自己想一下，不讲了，不要跟他讲，不要跟他讲。先自己想，对，他们都有。猴子不我有懒吗？上次我有懒吗？你是白痴。我哎，不要这样讲，不要这样讲。我嘛开光嘛，他二二得四啊，所以是。看你多少个。五加一啊，负二乘负二等于正四，负六得正。最后的答案不会有平方吗？你已经开根号了，怎么？老师，你要看一下这个。开什么？梁伟，我还在等你写出来。写出来，写出来。然后前四题写出来还是第五题？想一下。我早上还在教过，第五题。哎，你怎么还记得的？先不问，先自己想，先自己想一下。有两个答案吗？不急着往下算，先想。所有的题目都跟所有的题目的算法都跟第一题一样。真的吗？蔡良伟，你要先把蔡良伟，你要先把第一题算出来。你到现在第一题还写不出来？我算好啊，正负跟后六，对。正负六，蔡良伟错，蔡良伟是错的，蔡良伟，把陈良伟，对不起，我怎么一直叫你蔡呢？是这样吗？你也是错的，老师啊，老师第一题是正负根号六，你也是错的，你以为答案都有根号吗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你们就这么不在乎我鞋子？为什么那个答案你怎么算的？算法写出来，不要只看到答案。你怎么算？把算法写出来，我不要只看到答案。五到五六，目前，题目写的这样。哦我。博主，你答案对，但是我没有看到算法。好，继续第二题。我不急着跟你讲，请你先自己想，不急着问别人哦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靠自己，你总不能永远都是模仿。老师还到自己没有每一个都跟号。对啊，你要看题目啊，对不对？你要看题目，你想一下，你第一题跟第二题是错的。好的，好，改一下。不对。
因为它有平方。你不会一种吗？两个都是我平方的。那只要加上平方就好。你平方之后就不是四，对啊，对，它可以平方。对。哎，你不知道你在算什么，所以，但是基本上，大概对了，它是对一半，它是对一半，你第五题还没完整的时候，除了二平方等于四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二，负二平方也等于四，对的。对，继续第四题。好啊，也有题啊，你也有啊。看一下。我们都会一万五页。也不是，我就说。加上来是负二，多少呢？负二，负一加上。你很会这样子算，你这个方法很厉害。所以你都要把它打开算，你才。老师，你来看一下。可是，老师其实他不用打开算也可以算。我放好了。错。不是正负。一二三四都对的，好。老师原名也。好了，我先讲一下第五题，等于。第五题是正负一。目前算数学最好的是九。积木啊。九吗？来看黑板。那我不急着讲给你听，因为我讲给你听只是模仿我算，但是你其实不知道你自己在算什么，这样没有意思，好不好？我会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写什么，所以不急着教你，越教越多，你只是模仿我而已，模仿我没有意思嘛。好，我白是模仿。来，注意看，这张纸等于多少？二。对啊，还有呢？没有。我好，正负跟二也可以，对不对？正负。了解吗？这个题目不就是跟第一题一样？不过第一题是平方之后等于三十六，对，对不对？那你平方之后要三十六，这个空格就填六跟负六，所以答案就六跟负六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哪一个数字平方才会是四呢？二跟什么？负二跟负二，也就是说这一张纸等于二跟负二，对不对？那这一张纸你打开的时候，这张纸里面它写什么呢？它写 x 减三。对，所以 x 减三就有两个答案，一个是正的，一个是负的二。下一个算式，来，所有人写下这个算式。第一个算式应该这样写，这个算式，哎，这个只有青木写出来。第一个动作，先把这句话写出来。你应该要先写出这个出来。那配选的因式分解学的非常好，但是我现在在教你的是另外一个方法，可以直接就算。我用的是平方根的方法，很简单，就是代数。平方等于四，所以这一张纸就有两个可能，不是二就是负二，直接就有答案，根本不需要打开。那接下来呢？扣掉三等于它，所以接下来怎么算？加的。对，加回去。所以 A+ 的答案呢？二加三。对，二加三，或者是什么？负二加三，对不对？二加三，或者是负二加三，所以。可能你是拿正二加三，也有可能你是拿什么负二加三，那这样子就结束了吗？还没，因为你可以算。如果你是正二 ，OK， 如果你刚刚的那一张纸，如果你答案如果是二，那你就会说好 ，x 减三等于二，对不对？这个写法是这样 ，x 减三有可能是二，还有一个答案是什么？不管是这个还是这个，接下来的算法都一样。你会说 x 会等于什么？把三加回来。那这个会怎么算？一样把三加回来。所以是一个是二加三，一个是什么？负二加三。那我们这样写的好处就是一次写完。好，然后但是你要算，那你要知道你在算什么？二加三多少？然后负一加三负二了。负二。对不起，我讲错了，难怪。负二加三是多少？一。负一还是一？一。一啊。负一还是一？一啊。想一下，很重要。一啊。我有没啊？你都在什么？因为这两个会抵消，这两个会抵消，很重要。对，很好。来，把这个写完，完整的，我要看到每一个人都有完整的写法。完整的写法，自己写，看懂自己写。所有的题目都这样算。哪里不懂？
我们把这个学起来，这是一个很重要要会的东西，非常的重要。你不能只会因式分解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。然后后面怎么？全部都是这样算，全部都是这样算。那如果 x 前面有 2，x 前面，哎，对你问的好，请问一下哈、哦，如果我的前面这边多了一个2，我怎么办？哦，不行不行啊！乘进去吗？来，同学，什么叫做二？前面写一个二，就是二跟他说乘法。来，全部听我这里哦，全部听我这里哦。所以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？二乘以 x 减三的平方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二乘以 x 减三乘以 x 减三哦。所以你把二乘进去，只能够乘在这里而已，后面乘不到。所以你乘进去，你乘进去，你乘进去不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乘进去之后，这个乘以二，这个没有乘到二啊，你不能说人家平方啊，因为它两个不一样。所以不能乘进去，不能乘进去，我怎么办呢？提出，提出来，就是说把它拿掉，对不对？能不能把它拿掉？可以。我做什么事情就可以让它消失？两个都乘以二，两个都除以二。我把这一个除以二，我也把这一个除以二。目前看得懂在写什么？看得懂。H 把那个雅琪知道在讲什么？嗯，刚刚那个写好了吗？刚刚那个 ，OK 哈。那刚刚同学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就是如果前面多了一个二怎么办的？对，如果没有那个二，我就会算了。没有那个二，你已经会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办法让二不见，那二不见很简单，就是再把它除一二就好了嘛。啊，因为你左边跟右边是相等的，对不对？你说左边等于四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拿四除以二，那你右边四也要除以二才会相等。那是右边吧？啊，这里是左边，这里是右边，好，这样 OK 吗？所以你这边除以二，你这边也要除以二嘛，对不对？才会相等嘛，哈、啊，可以哈、啊。那你把它除以二会出现什么东西呢？小数点。来来来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x 减三。这一边剩下什么？x 减三的什么？通通平方讲得好，再来等于多少？四除以二多少？二，对，二。那为什么那边没有除以二？哪里没有除以二？加一个除以二啊，二的逻辑啊。这个已经除以二了。我把二约掉。哎，二，你的意思是哪里？哦，没事。他把二约掉了。哎，我把二约掉了。来，目前有没有哪个地方看不懂？这个、哦、看得懂哦，先不急，看我这里看得懂吗？看得懂。清楚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接下来哦，等一下，接下来你会算吗？会。一样的道理。哎，开始。有人可以帮我上来写最后的算式吗？哪个算式？哪个？接下来你会写的举手。这哪里啊？我已经帮你算到这里了，没有哪一题，没有哪一题，我黑板的这一题你们上面都没有。我这一题我算到这里的，来你上来写。阿西啊，阿西，上去吧。只有他很勇敢，常常会来上来。来，你也上来，你写这里。正负减二。我看你们两个谁写比较好，来。不，正负二减。来，男生右边，女生左边呢？男左女右。来，我算到这里的，请你把它结束这样。算是男左女右。男左女右，一定要男左女右啊，不能男右女左吗？是干地方就干翻了吗？对。加这个。目前男生领先，女生还不知道从何开始。这也像起跑之后，有没有？起跑之后，男生已经一路往前冲了，啊，女生还停在原地。他写的非常棒，他写的非常棒。是假的。他写的非常棒，他写的一级棒。来，你们在等他写的时候，你们看一下黑板他怎么写，你能不能看得懂他在写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先看懂他在写什么，先看懂他在写什么。他写的非常的好，他是从，而且博主很棒啊，他马上改变他刚刚。来，从这里开始往下写，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写。哦，加一点，哎，加进来。是的。哦，加进来。哇，你这应该是有两个答案，一个答案是这样，一个答案是这样。哎，没办法哦，女生，女
生也从后面慢慢赶上了哦。他不会赶上到终点。对，你已经到终点了，可是他慢一点到终点也没有关系。妈妈，他还是会，他还是会到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他还是会到，这样已经结束了，其实这样已经结束了。啊，你爸爸干什么？你不要多省了，你跟他二加三不要多省。没关系。哎，对，没办法，休息到这里结束。来，这两个同学很棒，来看这边，来，同学。等一下，黑板看不懂的举手。哦。他没有写正中。哎，不是，他没有写，他写的比你更详细啊。来，博主写到这里之后呢，你特别强调有两个答案，一个答案叫做根号二加三，另外一个答案叫负根号二加三。你没有强调，他有强调，哎，但是写到这边就够了。写到这边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下面是多余的。所以第七题，哎，对，下面可以不用写，但是我觉得他写出来也很好，代表他一直在提醒自己，事实上我有两个答案，一个是根号正的根号二加三，另外答案是负根号二加三的。但是你刚刚有一个不太好的写法，就是你会写等于这样，因为这个跟这个根本不相等。本来等于单。好，你中间呢写逗点。中间写逗点，有一个答案是这个，另外一个答案是这个。对。黑板谁看不懂举手。黑板太黑了，我看不懂。举手吧。黑板有。你看不懂。只有你会吗？白板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会的自己往后面算了，因为后面的题目都一样的算了。自己继续往下面算。老师，我看得懂，老师，我看得懂。第一页，看得懂你就要自己算，自己来。后面的题目自己来。老师，你要看。后面的题目全部自己算。啊？七乘以三，七除以三，三分之七。七放上面，三放下面。老师，来给你看，我教。等一下，不对，不是加减三。加减多少？哦，多少？加减两个。乙正夫妻减二，减夫妻减二负九。你写对，但是答案算错。来对吧？来，那这边是加二，对不对？你加二之后才变他的，所以要扣掉，要扣二，要扣二。来，扣二，扣二之后你是七减二，然后。然后负七减二，来，小心这边改一下，改一下才有这两个答案。上左。你要扣二才会有负九的。你说第一题，你说全部。你说你加二，这个是九，如果再给一下。没有了，七没有错了，因为七七四十九，七没有错，懂不懂？耶。因为你加二才变它，所以你接下来这边应该写减二，改一下。嘿，等我一下哦。这样哦。蛮厉害的呢。有时候他直接比较。你有点高兴不？上面的答案有问题，答案都是正负。等一下，谁的平方根是四十九？对啊，你是几个？啊，你正负七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正负七。等一下，你这个是加二，这一张纸是一个是加二，对不对？最后两正负多少？对，正负七。所以你这边应该是写正负七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是负加二负七，对，负加二负七，对。所以你加二之后才变它，所以你要把它扣掉，所以它会变成正负七。好，
结束了，那就可以了。哦，一啊，结束了，刚刚结束了。二，好。啊。
目前你知道两腿在写什么的举手。只有两个，那你继续往下看。没有。我必还有。不懂，我会的，我还剩三个不会，我再教一次哦。好。我不慌张。我一家人有个爸。我下下来搞去。我来看，我下去看。来。这边你给它盖住，这个等多少？正负根号三。所以这个盖住，把它打开，看到的是二 x 减一，是吗？有。所以这个就会等于正负根号三，目前懂吗？还要把一加回去，要把一加回去。那接下来是这个不知道，两倍之后当然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先处理这个，它扣一我知道，所以我把扣一把它加回来，所以会变成不知道的这个，会等于。正负根号三怎么样？加一。对 ，OK 吗？现在目前。元宝阿宝懂吗？哎，你的名字取得真好哎。好，再来呢？再来我们怎么算？这一堆你可不可以算？根号三加一等于根号四，对不对？嗯。根号三加一等于多少？根号四啊。你觉得？根号三。根号三加一等于多少？一根号三。啊，正负三加。根号三加一等于多少？不能算，没办法算，因为你不知道它等于多少，你写不出来，你写不出来，这样就是五加一，我可以算五加一六，对不对？五点七加一六点七，可是问题是根号三我写不出来，写不出来，所以根号三加一就根号三加一，没办法算，可以吗？好，那这个算出来答案到底是多少？我不知道嘛，可是我算完之后是它的两倍，对不对？这些冷微料，冷微料就变成它的嘛，所以你要给丢等来，丢等来变它变它怎嘞？要除对不对？除回来，所以正负根号三，这个算完之后才除以二的，所以你应该是整条除以二。那你把整条除以二这样写就是答案，这样可以结束了，这样就可以结束了。因为今天刚今天我都省除以二，当然也没办法算，所以这样就答案。对，那这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分开写，就会变成它的什么？分数分开写，分数分开写像这样有没有？九分之七减七加五，不是可以改成九分之七加九分之五吗？对啊，所以我也可以把它分开写。哦，懂了。你分开写，不分开写都没有关系哦，写这样就可以了。好 ，OK 吗？自己写。来，隔壁来。你几笔要写下去？还用几页？我看嘛。你加扣五，你加哪加哦？修改一下。三有靠，继续写这一张。遇到困难吗？你修嘛，你给我把这个号生出来。你要去想，你想修这个，我想卖给你。你光想，奇数无所谓啊。你修嘛，你这个是死的时候你怎么算？你要去思考说，这里死我怎么算它的？答案可以是分数，可以是小数，可以当根数，不一定那都整数。这是三有靠。来对我靠，老师要看一下，你纸张盖住的是平方，对不对？那说平方搞方面的数字，我们先把它除掉。是啊，所以就二十七，先除以三，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算。来，把这个写好了。你写好，继续写啊。然后好，拍拍手。根号五十，根号五十可以分解，你算的哪？等一下。啊，五点，乘多少？乘多少？这边有一个二，二分之五乘没有这个二，没有这个二，你才可以说 x 加乘二啊，二分之五乘二的，对吗？老师啊，第九题。我们原不生气的，一样。五。他的题目不是这样，他的题目是二。你是给？不是这样的答案，是这个。六题吗？他不是这一个的地方。六题。你要先处理，才可以开始。不是，我把有的做，我没有的做。五十要先处理，然后再用方向上方向，知道差别。具体的。求证这两个。好，这个对。对，你算的很好。现在开始嘛。这两题我刚刚有教过，你先处理。在这两题为什么？不会算，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哪里？你看这样，这里可以，这里不会算，这样的题目你都会算了，怎么办？这题你不会算，那这样的题目为什么你不会算？问题在哪里？因为前面多了一个三，把它弄掉，怎么弄掉？三倍弄掉，除掉。哦。怎么加？怎么加？
怎么除啊？那这个除以三，我就可以让宝宝理解。力量不够多，对，所以剩下的就是可以。除以三啊！对，除以三。
啊，这啊，你迄个变九十啦，变九十啦，变。所以接下来我会写什么？有可有人可以上来帮我写？什么什么什么 ？OK。来，接下来要怎么写？啊，我猜。所以接下来会写什么呢？接下来会写。开始讲字。太快太快太快，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，慢一点，知道吗？慢点慢，对，很好很好，他很了解我。好，知道接下来要写这个吗？阿丽答得出来啊！阿丽，你也要审了呗？哎，好，表扬答得出来啊！哎呀，你审了哦。哦，欺负你，知道你讲啥无？知道算啊。不是，不知道。好，接下来一下。这一个一样啊。啊，木啊。啊，先算平方的，一样是那个三不会算的。所以先把三除掉。三分之十有。对。三分之十，题目看得懂吗？就是，我把它除以三，够力。我觉得除以三，这个不就约掉了吗？对不对？那就变这个了嘛。那二十七除以三，那不就等于九？那就变这个了嘛。那这个不就是前面的第五题的算法吗？啊，这个有点意思。是啊，所以啊，这除以二二啊。对，对。啊，看到这，看到这的手，哎，对对对。对来第九题跟第十题把它完成。老师啊，第十题是不是二负八？第十题二跟负八对。哎，好。第九题是七。七跟对，好。啊，十一题、十二题更难了。不会写。算法一样。除以二分。刚解了四秒。刚解了四 x 是。啊。你把你九跟十算出来了吗？啊，不会，当然。现在是。妈卡关啦。好，啊对，看好，搞好讲哦。三分之十一哦。错。三分之十一，对不对？我嘞，三分之十一，你们要先除以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得到三分之十一嘛，对不对？你帮我负二六。写的非常好。八。但是等一下。二负八。等一下。嗯。错。你还要学一个东西。第十题是二好负八。根号三分之十一，我们不会写这个答案，我们会这么做。陈敏跟到三不得干，我三十都可以了。我有没有破坏原来的项目 ？OK， 所以我陈敏跟到三，上面陈敏跟到三没有破坏原来的项目，没有，没有。等一下，你这样做有什么？陈敏跟到三，陈跟到三没有。根号九跟到三。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同学，你们帮我一个忙，根号三，陈根号三等多少？根号九，九，根号三乘根号三等。根号九，不，这不是我想听到的答案。根号三乘根号三等多少？九。根号九，不对。九。你讲根号九是对的啦，来。对，根号三。负根号九。根号三乘根号三等多少？负根号九。等三。对。啊，第二了。四周我把你。第二了。根号乘根号九。根号三乘根号三等。根号三等。很重要哦，我知道了。很重要。好，你根号三乘根号三，你写根号九没有错，可是根号九就等于三，了解吗？根号三乘根号三等于根号九是对的，可是你要知道根号三乘根号三可以写成三哦。很重要哦。那也就是说根号九就等于三。但是我们会写三，不会写根号九。所以。这一个就可以，下面这个就可以变成，然后上面就是根号三十三，我们会写到这里。那我不懂，下面是四，你漏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我，正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不会啊。你这里再往下，不给我开根号。不会啊，六。不知道。不会啊，四三，那个啊，四三。开更，三一下面下面是。对。对。
不帮忙，你不能帮忙。老师还要正加正负吗？老师还要加正负吗？废话呀。然后那个，然后十二分之三题对不对？对。正负减，正负减，正负减。元宝，九跟十算好了没？我今猫生第九年。目前的进度九跟十要完成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们先慢慢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。等一下，三加四是七，没有错。三加四是七。我找到对了啦。题目还一定要呀。很容易算错，妈妈先负了。好，不要因为前面有负号，答案就是负号，不是这样。然后这边，等一下，这个是错的。错，因为这个平方等于二十，所以这一张纸平方等于二十，代表这一张纸。快点！哦，想要这个你给我拿下。冰箱，好了。